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7页啊，767页第七行啊，第七行第二句看起。按上之论点有三，我们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停了几天啊，停的时间久了，怕了把上面讲的都忘掉了，我们还是从上面念起啊，从第一行念起，我念一念，然后我们接着讲啊。这个注解解释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入中辈者也。我们看注解啊，梦见彼佛，下面有两个解释，其意稍异，这两个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第一个，往昔为先世梦见，临终时誓言见佛啊，俗语三辈居游梦见言见故啊，都有。觉经中说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即住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引行引之啊，有这种现象。那中辈呢，也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言本愿甚宜，故居应有，若无佛言本愿虚设。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往生的人临命终时，只要具足两个条件，就是身心切愿啊，身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这就是信愿具足，
偶业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换句话说，有信有愿就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那么念佛功夫前身讲念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是念佛功夫前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同啊，这都是四十八愿的愿文，愿文里面清清楚楚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临终佛来戒言，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决定不需要怀疑，我们应该具足即深信切愿啊，取得西方极乐世界。过去曾经有人问莲池藕益大师啊，这是清末民初啊，不是清末民初，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敬宗两位大德，后人非常向往啊，他们不是凡人，尤其藕益大师的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是赞叹到基础了，无以复加了。那换一句话说，藕益大师的要解等于是阿弥陀佛自己来说的，来注解的啊，哪里会有错误呢？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念佛功夫前身不要紧，甚至于这都经上讲的，都是愿文上有的，无逆失恶，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本愿里都没有说无逆失恶，临终我不来戒烟，没有说这话啊，没有说这话，那就当然来戒烟。啊，各个人发现修行功夫不一样啊！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就福报不一样。我这样讲，大家更容易懂。福报差一点的，梦中见佛，啊，自己还有一些业障，啊，佛来戒言也叫说不清楚。有人说出来了，我见到佛来接我。有人没有说这句话，实际上佛也接他走了。啊，肯定有很多。啊，这些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最重要的是将来自己走的时候，我们争取这一招。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你说我家亲眷属，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在哪一个佛国度，你在极乐世界通通看到了，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好处，而且你就能够帮助他们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还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相等，阿弥陀佛能现无量无边身，戒淫十方念佛往生的这些菩萨们
啊，每一个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通常都称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得佛理这一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句话重要。阿惟越智是什么？法身大士啊！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十方世界没有啊，只有他有啊！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往生过去的人有没有等级？有，三辈九品，确实有等级啊，四徒三辈九品，但是待遇呢，完全是平等的，通通都是阿惟越智的待遇啊，这就很特殊了啊，待遇是法身菩萨的待遇，最高的待遇。啊，这样的待遇，所以智慧神通就很大，像阿弥陀佛差不多。有能力分身，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接引众生。那往生的人就分身干什么呢？我们也分无量无边身呢，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供佛，佛慧双修啊！啊，这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福慧双修啊！啊，你乐意怎么做都能够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你不到十方世界去行，就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一样佛佛道同，佛佛互相称赞，诸佛如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起心动念、妄想、执着都没有了。不是我有能力断掉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虽有不起作用。啊，起作用是智慧起作用。啊，是佛力加持起作用。啊，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让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升起无尽感恩之心。要不是他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那诸佛的介绍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第十七愿诸佛称赞，称赞就是介绍啊！啊，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啊，净土三经都是一切诸佛常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多次宣讲，不是一次两次，
啊，可见的这个法门重要。遇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决定成就；遇不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不太可能成就。啊，只是善根福德提升。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经上所说的，啊，刻时而论，梦见之后啊，可以见到佛影迹。有人说出来了，有人没说出来，这是个人福报不一样。临走的时候清楚，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这个福报大。为什么？影响别人，让旁边的人呢增长信心。啊，自己走了。一句话说不出，这自己业障重，他没这个福，但是他往生了。啊，比前面一种人是福报差一点，所以平常求佛加持，啊，常常求佛加持，养成一个习惯，到临命终时也求佛加持。让我有精神有体力把临终的境界跟大家说清楚。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所以这里引用观经上说的好，化佛来引，恶人伤耳，宽善人乎。啊，无逆失恶。临命终时，啊，只要临命终时不糊涂，具足信愿，一心称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啊，造无念十恶业，临终也能往生。何况我们虽然造业没那么重啊。佛哪有不来迎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注解来看啊，按上面的论点有三。第一个，彼佛有临终戒迎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迎接，则尤为本愿故。啊，佛是决定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愿。啊，他说到做到。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佛决定来迎。啊，第二个，观经下品，居士恶人，佛上来迎；精进下辈，居士善思，也能不迎。这说的好啊。很合乎逻辑啊！彼佛有临终戒迎之愿，彼佛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有发这个愿啊，所以下辈往生的当然也来迎接，不然的话就违背本愿了。啊，再说这观无量寿经的下品，统统是做无这个失恶无逆失恶的人，是讲这些啊，佛都来迎接。那么本经，这经经是指本经，下辈往生都是善人，不是造作恶业的人。哪有不来迎接的道理？
啊，那么第三，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的、吴译的这两种译本里面，我们看到上辈、中辈俱先蒙福，然后临终接福，啊，经文上是这样说法的，啊，上中二辈，那么现在讲到下辈往生也应如是，啊，也应该都是先梦到佛，然后见佛。是故本经为梦见者，言其前也。观经云见佛是指其后者，此是一说。啊，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都有根据的。那第二呢，另一说，如慧疏谓，确实佛言，但方佛似梦。啊，真的佛来迎接他。那么这就是自己业障重，有没有见到佛？见到了。见到怎样的？好像是像梦中。啊，也就是说，不是十分的清晰。啊，确实是见到。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知道断恶修善，一切时一切处不让自己有恶念升起，啊，纵人是纵然见到不好的境界，啊，逆境恶缘，啊，环境不好，很不喜欢，啊，见到些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找麻烦的。我们要用什么心对待？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用佛号把自己的心控制住，要起心看境界，极乐世界的境界，看众生同是阿弥陀佛。好啊，这功德很大啊，这真修行呢，真在这练本事，念念当中一切人通是阿弥陀佛，一切境界通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看你怎么想啊？那为什么不想好的，想坏的？啊，好的坏的都是从心想生的。啊，平常功夫练成，养成习惯了。到临命终时管用啊，你见到的境界清晰啊，不是仿佛在梦中，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会给大众交代的清清楚楚。啊，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个底下举的关键啊，俗语梦见必佛者，如关键下三品人命出刹那欲火来现，虽佛来迎方佛不明
犹如梦中故。这是造的业很重，自己的功夫不够深，要够深的话看不到地狱啊，在梦中先看到地狱，警觉性很高，马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地狱就没有了。我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功夫能不能真正得力，这关系很大。这个时候真的叫分秒必争啊，都没有分就是秒，秒秒都要争取啊，决定不许有恶念，不容许有恶的念头啊，有恶人的念头不许过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见到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这就好。啊，说若不尔者，何知临终得安闲身有乎？啊，临命终时，啊，这就是该为关键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啊，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彼也。佛虽已现前，但以神识不清，不甚明了，依稀仿佛若在梦中，故云梦见彼佛也。若非有佛来引，也能安然由此神念，而随佛神游极乐。这些话很重要啊！佛来接引，你真得到了。两书所变虽异啊，这两家说法虽然不同，但为下辈往生，业由佛来引实业，殊途同归。故病引证，以证实之，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放心。下辈往生，佛真的来接引。啊，问题还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要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个功德特别在临终见佛显示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自己欢喜，让在旁身边的大众个个生欢喜心，这无量功德。下面再说，至于观经下品三人居士恶人者，善导大师为下品上生者，是造十恶轻的轻罪犯夫。下品中生是破戒次罪犯夫人。这个破戒里面包含着在家出家，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在家受了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受了菩萨戒了，受了八关斋戒了，几个人真正能守住？出家更不必说啊，沙弥戒有没有破？比丘戒有没有破？啊，菩萨戒，
那依照善导大师的话来说，现在在家出家往生的大概都是下品，下品是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都是属于这个。啊，为什么戒那么容易破？环境太恶劣了。几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受环境干扰，那是念佛有功夫的人。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也是常常念念劝导大家，这也劝我自己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有念头起来就想着《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不执着了。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能放得下了。怎么放下？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地方，通通是放下。啊，最彻底的放下神，这个神不是我，把它放下，不是我，我不要为这个神去操心，去造业。啊，我有真我，真我在哪里呢？到极乐世界就有真，见到真我了。真我不生不灭呀，我们这个身体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前念灭，后念又生，它永远不断了，断了就没事了，它不断了。啊，这个东西在佛经上叫阿赖耶。迷失自信的真苦，啊，觉悟了，觉悟了就叫法身。法身没相，法身能现一切相。啊，真的法身的是无相和无不相。啊，他两边都不执着，无相不执着。无不相也不知足，为什么呢？都不可得，假相不可得，生灭不可得，真相也不可得。为什么？真的它没有相，它是什么？净宗最高境界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就是不生不灭。啊，即是清净，永远没有染污，那也就是永远不受任何境界干扰。啊，第三个，它是光，它的体是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通通在常寂光中，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啊，证得常寂光就是圆满成佛了。什么人证得？啊，净宗所讲的妙觉如来。啊，证入常寂光了。
很难懂啊。我们现在用这种高科技啊，用电视传播，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用电视画面来比喻，大家就好懂。我们打开屏幕是一片光明啊，一片光，这个光就是常寂光，里面什么也没有啊，按上频道，哎，它就无不像了，现象就出来了啊。那个频道上，频道是阿赖耶，什么是阿赖耶？动念了，那念头一动啊，相就出现了，就频道按下去了啊。几个人能在频道里面知道这个作用是屏幕跟频道同时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呢，都在形象上，没有在屏幕上。啊，如果在屏幕上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像全是空的，根本就不存在。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今天用的电视，这个画面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多快，一秒钟一百张。所以你没有看到它跳动啊，啊，它是一张一张在跳动啊，频率太快了，好像是真的啊，其实如果是一张你看不到，只有一张，一张过去底下没有了啊，那你放我看百分之一秒啊，你会看到什么？有一个光突然亮了一下就没有了，甚至你这个光都看不到，你都没看清楚，有那么个印象，但是没看清楚，什么都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个的画面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不是一百次，一百次太慢了。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算出来，一秒钟2240兆。现在的电视一秒钟100次，而我们实际状况，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眼见色耳闻声，实际上这个状况是一秒钟2240兆次，就完全不知道啊，都认为真的，全是假的啊。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叫知空知有啊，空有都知道了，空有两边都不知足，为什么？两边都不可得啊！执着空的人到哪里去了？到四空天去了，没处六道轮回，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四空天，到哪去了？啊，执着色相的人到色界天去了，还有欲望的人啊，就是还有是非人火，欲界天去了，他的欲没有断。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自己在哪个层次要清清楚楚啊。啊，所以这些东西要把它统统放下不容易，它就养成习惯了，
不是这一世养成的，生生世世无量劫养成的习惯，没法子断。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证菩提，你要不断你成就不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学佛65年了，前面30年我不相信净土啊，那个念头都是大经大论，这个很感兴趣啊，搞了30多年之后不行啊，烦恼习气一丝毫都不能断了啊。这讲到华严经，讲到53参啊，看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我才受了感动啊！啊，说明文殊普贤不到极乐世界，彻底成就也不是容易事情。啊，他怎么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还是求阿弥陀佛帮忙，一生圆满成就，10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我也就会回头归极乐。啊，再是把这个经连起来了，看到下联老的会几本，前面一篇长序，李老师告诉我，那篇长序是梅光系写的。啊，梅大师就是李老师的师父，他的佛学是跟梅光系学的，所以说看到这个序文非常亲切，告诉我啊，我也就连着看了好几遍，对这个法门起了信心啊，尤其是梅大师的赞叹啊，这古来祖师大德也都这么说法，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啊，细心一核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如果有华严的基础，会把无量寿经搅和了。为什么？华严是细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是六说大方广华严经啊，六说是一不是二啊，我在这儿完全搞清楚了。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从华藏世界的门入很难，不能待业，要把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你才进得去。而极乐世界这个门宽，这三种烦恼，尘沙无明、见思烦恼，一品没有断，都能往生，这太方便了。不但这个能往生的，而且经上说得很清楚，无逆十恶，临命终时他能信能愿，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也能进去，这法门到哪去找啊？换一句话，这个法门是真真实实普度无量无边众生，一生成就，找不到第二门了。
门门都好啊，没有一个法门不好啊。人有四万八千病啊，佛有四万八千药方啊，都能治病的，这是什么病都治，非常有效，而且治得彻底啊，绝对没有副作用。他到哪去找啊？所以我们现在劝导一些同学们来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环，重要的环节啊，他早就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了，儒释道三家。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外了。啊，特别是大乘经论，在中国完全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出来。啊，为什么？只有汉字文言文的载体，它能够永远传下去，万岁万万岁，一点不假。梵文没这个能力啊，梵文是拼音文字啊，三百年言语变了就看不懂啊，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大德有智慧啊，把经送到中国来，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做载体，它就永远流传了。所以汉字文言文重要啊，诸位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这三代是怎么统一的而称为天子？其实他们国很小啊，周文王他那个国家也不过一百里啊，方圆一百里啊，啊，商只有七十里啊，啊，成为王啊，诸侯国都是独立国，都是主权国，几百国大大小小啊，啊，但是都向周天子学习，为什么？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很令人羡慕啊，大大小小的都向他学习，尊敬尊称他为天子，是这么来的啊。最近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很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研究汉文，研究中国的文字文言文，他们发现中国文言文汉字是了不起的发明，这个我们承认，全世界一直到今天所有一切发明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超过汉字文言文，太伟大了啊！他能把时间突破，古今可以往来，千万年前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得懂啊，不陌生啊，没有错会意思啊，这还得了，我们再传千万年之后，后人他拿到这里跟我们一样啊，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宝贵的？没有了，
这才叫真正之报，果报啊！千万年来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效果，老祖宗的经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很得了啊！啊，你念这些书啊，你就是神仙的，你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不糊涂啊！全世界其他族群里都没有的，中国都有，啊，过去是四个国家有，啊，中国是源头，跟中国学的，第一个是韩国，韩国跟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啊，也就是在春秋那个时代，韩国人跟中国我有往来，啊，亏到周朝，啊，日本跟韩国跟这个越南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们跟中国就往来，啊，完全这几千年，他们国家都用汉字，都用文言文，都读中国书。那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他们的佛教从中国传过去，通通读的是汉字文言文的经典。所以唐恩比说，东方文化如果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他们能够领导全世界，能够造成整个地球的千年盛世，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现在是这四个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心都丧失了啊！当然中国人是带头，中国人不相信，他们也怀疑了啊。那么这些欧洲这十几位学者很了不起，他们大声疾呼要复兴汉文化，只有汉文化对人类有大利益啊，对个人一生这生活的幸福快乐，真的不是假的。幸福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所以中国读书人一提起来孔颜之乐，孔子快乐，颜回快乐啊！这两个人没做过大官啊，没有社会的地位，也没有财富啊，孔子是小康之家，能勉强维持，颜回就更糟糕。啊，贫穷到极处，三餐饭都有问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见到颜回都是满面笑容。他那快乐从哪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学习来的啊，学的是圣贤之道，古圣先贤留下的。夫子是述而不作，没有自己做东西，全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他学到了，他做到了，快乐。
为什么要学大乘经典？答案都在经典上，步步经典都有。你看夫子的时候，把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放在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味道啊！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头一尾都是最重要的。你看佛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为什么要学佛？皆大欢喜啊！弥勒菩萨做代表啊！你看，你进入寺庙，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呀？弥勒菩萨，满面笑容在门口迎接你，不亦说乎？皆大欢喜。你要不要？你自己得到快乐，一家快乐，一家幸福。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绝对没有战争，没有斗争，没有竞争，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通通都落实在生活里头，在工作里头，都处事待人接物快乐。人生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快乐，快乐是幸福啊！叫为什么要学这个答复最好？我们就是为了看了这个要学的。真的，我学佛是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讲到佛经哲学，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为什么学佛？就为这个学佛。老师不骗我，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出家之后再去看方老师，一见面看到你真干了，我说是要真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要不干那不太可惜了。我那个时候出家没有一个赞成，都说我学佛迷了，迷成所以然处了，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说，对了，你完全做对了。经书不能不读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学了之后，你真正相信净土，真正相信一生可以解脱。慢慢逐渐逐渐在生活当中一切放下，得大自在，得大欢喜。我们在这里继续看这底下一句，下品下层是居造，就是居足的造，无逆等重罪犯佛也。无逆大罪，没有别的更重的。第一个杀母亲，第二个杀父亲，古时候没听说过，现在真有啊，而且还常常听到。第三个是阿罗汉。阿罗汉有神通，你找不到他。阿罗汉是老师，他是教化众生，所以阿罗汉代表老师。
啊，杀害老师最重，5年5年罪。啊，下面一个触佛身血。啊，佛是根本老师，佛保他，有护法神保护，你害不了他，但是你让他流一点血，受一点伤，可能啊，这叫体魄大度啊，想害佛。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每天到村庄里面去徒步，经过一个悬崖，他在悬崖上面放了石头啊，佛走在下面推下去，想把他打死啊，委托护法在当中用金刚杵把石头拦到，石头碎了，碎片打到佛的脚，出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故事从这来的。这是五年岁。最后一个破和合身。啊，破坏身团。让修行人不能成就。啊，也就是障碍修行人自行化他。啊，障碍他自己修行。障碍他教化众生，这种罪也是最重，5种啊，堕无间地狱啊，这是极重的罪啊！啊，造这样极重的罪，如果你那一口气还在，有人劝你回头，劝你忏悔，你真心忏悔，认错。幸运持名还是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大乘佛法慈悲到极处啊！一生造罪业，临命终时一念肯回头就行了，回头就是佛了，不回头是妖魔鬼怪，回头就是佛。所以我们对于做忤逆施恶的人敢不敢轻视？不敢啊。为什么？他到临终时候，业佛遇到这个善知识，他一忏悔，他就往生极乐世界，我还跟不上去了。那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怎么知道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啊，所以你能够像这处想，对于作恶的人呢，你对他也很恭敬了。啊，你也不敢随便批评他。啊，所以他有好处我们赞扬。他做的不对的地方绝口不提，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别人的恶放在我心里头，我这个心啊也就变恶了。啊，这个当上的很大，不可以这样做法，啊，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行、恶念、恶言放在自己心上，啊，再加以批评那个人的时候，那你的业就更重了，啊，眼目当中，从早到晚看这个世界，样样都是美好的。人人都是佛菩萨，你决定是上品上乘，没有恶念吗？啊，这个世间是念头造的吗？啊，有不少有恶念人造的，我现在不参加他们的行列，我站出来了，我看清楚了，通通是善人，通通是佛菩萨。恶人是一念迷惑造业，他不是真的我，他本心本善不恶啊，恶是习性啊，是受外面不善的感染变成不善
啊，特别是把别人的不善放在心上，让自己也变成半个不善。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非常普遍。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发现，而且很多。啊，自己要认清楚，自己要学佛菩萨，用佛眼看众生，这就对了。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有把握得度，把握在哪里？把握就是在见色闻声、接触大众的时候，警觉很高，不把握的放在心上。啊，放在心目当中都是善，都是好事。啊，恶人学孔老夫子那个态度就行，善人行必有恶事。善人是自己一个，另外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啊，看到恶人，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恶行恶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是我的老师。善人，我看他的善人，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善，有没有像他那样善，有保存好保住，没有赶快学习。所以善人恶人都是老师，善人恶人都是佛菩萨。好啊，真学到东西啊，无论在什么场合啊，你都在提升自己，都在进步啊，这叫菩萨学处。一切时一切处，只要会世尊在世，那么多人跟释迦牟尼佛，世尊走了之后，历代一些高僧大德啊，有不少也到释迦佛的这个地位，有修成，有佛菩萨再来的啊，为我们做实现，来接引我们，方便有多门呢、啊？门门都尽善尽美啊，问题在切记。啊，契机我们要重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根器，我学什么法门，就会很有成就。啊，如果法门太高了，太难学了，我不是这根器，学一辈子不能成功，那就错了。啊，教下比较普遍，有经典可以做依靠，太深了我换浅一点，或者循序渐进慢慢向上提升，这很好。啊，唯独一个宗门禅宗，一个是密宗，这两宗特殊。都需要真善知识帮助你，要不然走火入魔，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成就了，其实错了。啊，所以我的三个老师，方东梅先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警告我，决定不要去碰禅宗，不要去碰密宗，
啊，我是接受过警告的。这两个种不是你的根基，你做不到。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张家大师的晚年。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65岁，他68岁走的。啊，他告诉我，学密前面12年修显教。啊，那我的显教还没学完。啊，不能学密。啊，我跟他3年。那个时候，他教我一句咒语，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这是普通大家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西藏的发音。我向他请教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密室不肯说的，只叫你念，不同意思。这不同意思怎么行呢？密宗要观想啊，啊，观想手印口念咒，三密相应。啊，所以我都问清楚，他老人家告诉我，啊，这6个字 ，Om 是身体 ，Mani 是莲花，我们中国经文上翻摩尼，啊，莲花 ，Padme 保持。Home 是一啊，你看这个字的意思，分开来讲，身、莲花、保持、一，那我们用中文来组合，就很容易懂了。保持你的心，你的身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意思好啊，叫我念这句，很多人念着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张家大师给我解释啊，所以我们才晓得密咒要是真正有上师给你解释，都是最好的句子啊。好在他密的好处不让你知道，为什么？容易得定，就是只知道念这个咒，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念掉，是从念咒而得定啊。就像我们的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读书千遍，用读书修禅定。所以无量法门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修定啊，唯有因定开慧啊，佛教的教学目的达到了啊，所以密容易得定，没意思。张家大师给我一讲破的时候，我有意思，他们念这一句话没意思，我念这个话有意思啊。通常上师不讲的啊，不跟你说的，只叫你念啊，那我们的根性，你不讲清楚，我怀疑。啊，所以张家大师慈悲，啊，就给我说明白了。啊，那么下面，这下辈之内，有很多类，观经说悟，经说善人。故觉经集汉译云：“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这8个字很重要。人之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爱欲。所以古大德有说，
爱不重，不生轮回。念不移，不生净土啊！不出轮回，这爱欲要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情智里头最深的事，无量劫熏修啊！所以人，佛说得很清楚。《法明门》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法相宗入门》的书，烦恼26个，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大随、中随、小随，总共26个。善心所，这叫烦恼心是恶心所，不善。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你看看，你是善多恶是恶多，所以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啊，不容易啊。善根的深厚，完全看爱与不得人。善根厚，爱与重的人善根浅啊，其深浅固然是有关系，但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绝对的关系还在于缘，不一样啊。遇到的缘很殊胜，成功容易。佛法讲缘啊，但是遇缘跟自己的善根，过去是如果没有修行也很困难，过去是有修行，遇到同样的缘就方便了过去学这个法门，现在又接上了，很快就提升过去生中学的跟这一生不一样，提升就很困难。普遍快速有成就，只有净土，只有这一门，这一门难行的。易行，你看看欧耶大师把他说成4个字：净土宗，心、愿、持名。真心、真愿，肯念这句佛号，4个字就解决了，就把这个法门说尽了。说的再多，都处理不了这4个字。所以印光大师称赞古佛再来也没办法超过其上，他说绝了。我们要重视，我们要知道自己根系不足，断烦恼难，开智慧也难。就用这4个字好，这4个字也用得得力，你一切的愿望这一生可以圆满。像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念佛功夫，功夫成片，我觉得25岁之前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顶多30岁，礼业心不乱顶多40岁。换一句话说，40岁他就成佛了，他不说
啊，这师父警告他不能说。他不说。啊，我们相信老人不会骗人。他是多次见佛。没人问他。如果我要碰到的话，我头一句问你见佛多少次了。我相信超过十次。啊，有92年嘛。从功夫成片第一次见佛。啊，那换一句话说。第一次见佛往后估计90年了。啊，从80、85年以上的。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这净土宗的祖庭。圆公大师一生见佛4次啊，最后一次他说出来了，佛来接引他往生，之前3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最后这次来往生了，告诉大家极乐世界真有，这4次佛来接引，而且看到莲社在他之前往生的人通通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一起来接引，都见到了啊，所以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不止10次啊，这给我们做见证啊，真有啊，不是假的啊，他能见到我们也能见到啊，只要我们放下万缘，把障碍除掉，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杂念啊，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我们的慧根障碍住了。啊，真能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人人都有智慧，所以我们自己都有，只要自己肯干，依教奉行，都能恢复。啊，恢复了之后，我相信像海贤老和尚师父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为什么？时代不一样，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可以说，你说出来别人尊敬你，现在不行，现在人不相信，相信科学，就拿证据来，你见到极乐世界，你把极乐世界拿给我看看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佛请来让我看看，见见面啊，你要做不到，他说你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啊，一生的罪名麻烦可大了，这个处的环境不相同，只能放在心上啊，到临走的时候来现象，现最后表演一下给你看，你相信你再找他的走了，离开这个世界找不到他了，啊，所以爱欲，儒家教我们格物，物就是欲，物欲
啊，要无所贪慕，没有羡慕，没有贪念，啊，要做到这一点，就真能放下。啊，第二呢，慈心心性，不当嗔怒。啊，希望你这一生都不发脾气，要学这功夫。啊，再可恶的人也是笑脸相迎。啊，学着不发脾气。这是功夫啊，练功啊，逆境里头没有嗔恚，顺境里头没有贪念，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干扰你了，你都能不动心了，这定功。啊，所以一个人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对立，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没有怨恨的人，啊，没有对立的人与事，好啊，先清净平和，啊，这就是享福啊，这就享受。斋戒清净，啊，斋心清净，啊，戒是帮助你心清净，身心要清净。与性德相应，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是性德啊，不受外面干扰，当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国，这就是极乐世界。我们一心念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无量清净佛国。啊，该往生品类，万别千殊，三辈九品只是初分。这是讲真话，是不是只有三杯酒瓶不止，频率太多了啊，这是初分，告诉你 这三杯酒瓶，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跟每个人带的业不一样，他怎么会平等啊，我们讲带业多少，这个多少也是个笼统的数字啊，多里头还有多，少里头还有少，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人，啊，所以三杯九品是初分啊，这一个下品当中以类别无数啊，鼻经名我人，本经呢指善事啊，这些都是下辈往生的人，汉译的下辈之人确实修善者也啊，观经里面下品往生的生前虽然是我人，花开之后都是大臣啊，
下品上生，今七七日莲花乃复，就莲花开了。今十小劫得入初地，初地是法身菩萨，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七七四十九天花开，十小劫，这都是说我们这个时间时间的算法啊，不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没有时间概念啊，我们有。我们为什么有？地球绕太阳转，对着太阳白天，背着太阳晚上，二十四小时转一周，所以就得有昼夜。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一片光明啊，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白天晚上概念没有了啊。月份、月日、月份的时候，极乐世界也没有。极乐世界有个很了不起的现象，一切现象就在当下。啊，发心在当下，修行在当下，成佛也在当下。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得很重要，极乐世界没有人会想到有什么时间空间，没想到。啊，在极乐世界唯一的就是听经学习啊，学习的范围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你活动的范围，所以你会分身到十方刹土，帮助一些有缘人啊，无量劫来十方世界，我们都曾经住过。在那里都有过去的熟人，都会遇到，这些熟人见面自然就明了啊，你知道他修什么法门，你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能帮助他，你能够提拔他，你能够成就他，跟阿弥陀佛行事相同。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下品众生啊，下品上生七七日花开，十小劫正果啊，下品众生的呢，要经六劫莲花才开啊，这个劫数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算的啊。花开，闻说大乘甚深经典，应时揭发无上道心啊，听佛讲经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下品下生要满十二大劫莲花才开，闻法欢喜，应时发菩提之心。嘉祥观经一书曰：“上品修大乘因，所以得大乘果；中品修小乘因，所以得小乘果；下品现在虽不修大乘善，即小乘善。”但彼临命终时遇山之时，未说大乘妙法，以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果。这是告诉我们，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传播大乘，怎么传播啊？
就一句佛号就行。劝人念这句佛号，告诉他这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万善同归，都在这句佛号啊，音声佛事讲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佛号。劝人念这句佛号，他肯念功德不可思议啊，将来一定能证果。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阿弥陀经为智持名号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啊，举阿弥陀经上所说的，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正服本经三倍临终见佛之说。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讲啊，佛于圣众现在其前，其他如称扬诸佛功德行，这里都有说。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说明净土宗念佛人命中命于宗时，一心心要念不忘时，阿弥陀佛降诸众生，助其人前，魔宗不能得变得毁坏，是等正等正觉之心啊。这也给我们做个证明，佛在称扬诸佛功德经里头说啊，说得很清楚啊，如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是他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在命中的时候他也能够一心相信。这个药是爱好，爱好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往生，就是有信，这个药是愿，有信有愿，念不忘时啊，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降是带着，阿弥陀佛带着许许多多出家人在他面前出现啊，他过去所造的小窝跟魔，这个妖魔要找他索命，要找他报复，因为他念佛，佛在面前，这些妖魔不能得变，就是不能毁坏他正觉之心啊，佛在这个地方加持他，保佑他啊，那么这个也都增强我们信心。又古印王经里面说，若有四众，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的男众女众，这叫四众，能证受持彼佛名号啊，这个彼佛是阿弥陀佛啊，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于宗室，阿弥陀佛即于大众住此人所，令其得见啊，阿弥陀佛神力加持，让这个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见到阿弥陀佛这一桩事情，
过去、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发生。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过去生中的因，种的因，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我们在美国那一段时期，啊，有几个居士。甚至有一个周广大还谈不上居士，他没有宗教信仰，得的癌症末期，医院告诉了家人，他的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好好去照顾他，想吃什么都给他吃。家人一家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时候我们的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啊，找到我们问有没有救，啊，我们派了几个同学去看，打电话告诉我这非常严重，是没救了，没救就劝他念佛，劝他求生净土，跟他讲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美好，他能接受，很欢喜，告诉他家人不要找医药，啊，不要去找医生，啊，帮助他念佛求往生。所以一家人跟着我们派去的四个同学念了三天，三天三夜，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真的念佛往生，啊，这是过去生中有念佛的根。临命终时遇到这个缘，他能接受，没有怀疑，当时就相信，所以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统统去除了，啊，那么还有几位预知实知的在美国往生，在家的女众老太太，应该三个月之前就知道，啊，要不然他做不出来。他把他家的儿子、媳妇、孙子、校服都做好了。啊，孙子上学，儿子媳妇上班，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里。啊，他把他的后事统统料理好。啊，校服他自己做，写了一张，写了遗嘱。啊，走的那一天没告诉家人。告诉家人怕麻烦省事，啊，老太太睡觉的时候 她没睡，盘腿打坐念佛走的。第二天早晨，因为她每天早晨要照顾家庭家人的早餐，啊，这一天她的房门没开，好像就没起来，啊，没人烧早饭，啊，他的儿子推开房门一看，妈妈坐在床上盘腿打坐，啊，看他旁边放的这些小遗嘱，遗嘱都写得很清楚，这才知道他走了。这个很高明啊，不吭气，没障碍啊。2岁的儿子赶紧打电话给一些念佛的朋友报告这个事情，大家都来看，啊，赞叹，
啊，当时有一个跟我很熟的甘老太太，啊，她现在是将军上将，啊，过世了，儿子在美国读书，啊，也在美国拿到学位，成家立业了，啊，跟着他亲眼看到的，打电话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啊，信心是足。啊，这就不是过去现前。啊，让我们亲眼看到。那刘素云的例子，那更是活生生的摆在面前。啊，他的姐姐求愿往生。给大家做榜样，做往生的榜样。啊，发这个愿，跟佛就有感应。佛告诉他，他寿命还有十年，他十年不要了，我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就有病。啊，他就做样子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往生的时间，阿弥陀佛告诉他。啊，他跟大家宣布，那一天大家都去看他，看他怎么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在聊天。时间一到的，我走了，真走了。一分一秒都不差。啊，真是。这个是真的。啊，生年寿命不要了。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个做榜样也是他的妹妹刘素云随便说了一句话。他很认真。啊，这是净土法门。可惜没有人做个样子，我活生生的往生给大家看。他听到跟他妹妹说：“我干，我来。”啊，就这么发现。啊，一个月，把后事通通交代完毕。啊，发愿求生。啊，空中有个声音。没见到像有声音，刘素云听到的就是日期，告诉他的日期。啊，刘素云听到之后，这个一组数目字是2012-11-21-12，这么意思。2012是年，11是11月，21是21号，后头还有个12 12点钟。他把这个数目字写下来给他姐姐，他姐姐一看点点头，就收起来了，就这天往生。啊，在场的有40-50个人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想不到，为什么讲笑话聊天又不是念佛。啊，念佛是送往生，他不是送往生。啊，有说有笑，啊，时间一到真走了，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这为我们做正传了。啊，刘素云的功夫，他是没有漏啊。
我心里想的时候他有，不是假的。每一天十部无量寿经，他每天早课十部无量寿经，他现在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十个小时给你二十遍，二十年没间断，恒心、耐心的啊，不中断的啊，每天两三点钟就起床啊，早睡早起。八九点钟睡觉，两三点钟起床啊，一早到到天亮功课全做完了，啊，这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后面又举华严经，华严经上说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意念则现其前，是均为本经之良证，最好的证明呢，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一般的啊，没有指定是阿弥陀佛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佛事是帮助众生救，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的事都叫做佛事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事业是什么？办学校教学啊，他没有校址，他讲经教学在树林底下，在河边，居无定所啊，但是教学没有每天不中断，过的是游牧生活，真的得大自在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你看他讲阿含十二年上学，方等八年为中学，般若是二十二年大学，最后八年讲法华等于研究所，由浅而深的慢慢培养的，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这就对了，它不是迷信的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要是以中国人文字来解释宗教两个字非常正确，宗是主要的重要的，从遵从的，有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可以说是
人类重要的啊，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所以汤恩比说，人类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类所必须，人类的文化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啊。如果没有宗教的文化，这个文化在世界上顶多200年就消失了。能够长远的这文化存在，都是以宗教为基础。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有凭有据啊。中国的文化流传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三家儒释道，这个根太厚了啊。世界上过去也有曾经古文化没有办法存下来，没有宗教基础啊。那没有宗教基础的这个文化还有很多，它是专门研究的，世界上出现过，在这5000年当中出现过20多种不同的文化啊，都是200-300年就没有了啊。现在唯独中国文化这么久它还存在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如果我们把儒释道丢掉了，我们的文化岌岌可危，可能会断掉啊。那么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过去提倡的德行的根，必须要学习要遵守。弟子规儒的根，感应篇道的根，十善业道佛的根，必定要学，不能不学。你学这个才叫善人，佛经上善男子善女人，这有你的份。你没有这个，你不是善男子不是善女人。那么还有教也有三个根，我们也选三个代表啊。儒我们选四书可代表整个儒家儒学。我们选无量寿经就是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慧经代表佛教啊。道老子道德经可以代表整个的道啊。换句话说，这三样东西是本苦汉学的本苦，必须要读这三个根啊。这是文化的三个根，不能不学啊。有这个根底了，再希望你能够在四库里喜欢哪一种专攻一样，用10年功夫专攻，喜欢易经专攻易经，喜欢左传专学专攻左传啊，专攻一样10年，你就会变成这一门这一个科目的真正专家学者的大成就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啊。那我们相信儒释道都讲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切经通还是弘扬一门啊。那么像这样的专家能有10几20个文化真的复兴了啊。专家怎么培养？要用中国古老的教材，古老的
方法，古老的理念，古老的教学经验，才能够培养得出来。用现在教学的方法理念，那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中国同学不好，方法错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古人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要以清净心来接受。啊，心浮气躁是学不到东西，这肯定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